好，我们来看第五个部分。第五个部分是关于这个素质教育款的应用哈。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在这里边标记的是这个五角星，对吧？那它是个非常重要的哈，也是我们整个来说，我们素质教育观里边考的，这个占分比较多的一部分哈。它讲到了这个素质教育的应用，而素质教育的应用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对它一个应用呢，主要是跟这个应试教育进行对比来说的哈，跟对这个应试教育对比来说的。那么我们可以来看看它和这个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在哪些方面有对比的。第一个呢，是从指导思想上去看，指导思想上去看哈。那素质教育呢，它就是。哎，它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对吧？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然后呢是为了全面提高国民的素质，这就是我们的素质教育哈。而这个应试教育呢，它是以追求升学率为目的的，追求这个升学率为目的，那么是选拔式的哈，科举式的，是淘汰式的这种教育，选拔式、科举式、淘汰式的教育，这是我们的应试教育，这俩是不一样的哈。不一样的，一个呢就是我真心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而说的，而我一个呢就是为了追求升学率，我就是为了去选拔去淘汰的哈这种教育。所以大家你也会发现，比如我们之前哈比较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比如这个学生学习成绩比较差哈，那父母呢就会觉得说，那你不要去上学了，对吧？你就是被这个被教育所淘汰了哈，这是淘汰式教育。那么还有，你可以来看哈。那第二个是从教育目的上来看的，教育目的上来看的。那应试教育呢？我上这个都是为了适应上一级学校，对不对？我读小学，我读一个好学校，就读一个好小学，就是为以后读一个好高中、好初中，对吧？我读个好初中，就是为了以后读个好高中，读个好高中，就是为了以后再读一个好大学。它是为了适应上一级学校的一个选择需要，它是以应试训练为目的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应试教育哈。我读小学，读好小学就是为读好的初中，对吧？就这样一层一层上来的。然后呢，我主要是为了考试，对吧？就是反复的这种机械训练为主的，这是我们的应试教育哈，是从教育目的上来说的。那素质教育呢，它就是为了让你教会你去做人，对吧？让你学会怎么做人，怎么跟人打交道，让你学会求知，学会生活，然后呢，学会创造，学会审美。就是能够让你去享受生活的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素质教育。那么从这个教育内容上来说，这个应试教育呢，它说的就是我们哈围绕着应试的一个要求哈，考什么我们就教什么，考这个东西我们就教这个东西哈，轻德缺铁，少美砍劳哈，这里边教什么考什么，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肯定会有这个质的问题，对吧？但是呢，我们不会哈，不会重视这个。我们不会重视啊，德，对吧？轻德，我们也不会哈。你看，大家会发现，比如你上这个高中之后，就基本上没有体育课了，对不对？缺铁，少美。你看我当时我一说，我说这个美术哈，高中美术是很多人就愣了，高中还要上美术课吗？其实原则上应该有的，但是呢，我们只是没有了，然后没有劳动砍劳，对吧？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应试教育，从教育内容上来说是什么样子的，而素质教育呢，它是德智体美劳都要去发展的，德智体美劳都要去发展的哈，是从教育内容上来看的。那么下边还有，比如从课程结构上来说，课程结构上来说，应试教育呢结构就比较单一，就单一的哈，我们非常明显的有主科和副科，对吧？大家很清楚啊，哪些属于主科，比如语数外，对吧？其他的史地政啊、物化生啊，那就属于副科。我们有主次之分的，我们是应试教育，而对于素质教育来说呢，它有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等几个模块，而且每一个科目、每个学科呢、每个课程呢，都应该是平等对待的。这是我们的素质教育哈。第五个是从教育对象来上看，从教育对象来看呢，应试教育呢就是面向少数人的。你学习成绩好，那么你可以去上学；你家里边条件好，你可以去上学。它面对的是少数人，而素质教育呢，就是面向所有的人。面向所有的人哈，即使比如你大家知道在义务教育阶段哈，家里边比较穷，那么你也可以去上学，对吧？因为呢，我们学校我们国家呢也会给哈，比如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呢提供一些福利哈，那让他们去完成个这个9年义务教育的。所以呢，这是我们素质教育，它是面向全体的学生的。好，这是从这个教育对象上去说的哈。那还有，比如从这个学生课业负担上来看。那你一说课业负担，那应试教育肯定是负担重啊，对吧？负担是比较重的哈。那应试教育呢，哈，课时量多，对吧？你提倡的这种提山提海战术哈，上的课也多，早上上上那个早上上早读，对吧？
哎，上午、下午上完之后，晚上还上晚自习哈，课时量比较多，作业量比较多，对吧？题海战术嘛，然后考试也多，对吧？哎，月考、周考、月考，对吧？哎，还有这个期末考、期中考等等哈，各种考，然后竞赛也多，对吧？还有学生的课业负担当然是非常重的，这是应试教育。而素质教育呢，内容适度哈，内容适度，我让你上的这个东西呢也是适度的，然后呢，哎，形式也比较灵活，重视学生个性和创造性的一个培养，哎，重视他个性和创造性的培养，这是我们的素质教育哈，素质教育。那么第七呢，是从师生关系上来看，哎，师生关系上来看哈，师生关系上来看呢，这个哎，应试教育那肯定就是老师管，学生被管这样一个关系，对吧？管与被管，老师管学生，让学生呢就是被管着呢。然后惯与被惯哈，老师满堂讲，然后呢你就是被惯的，哎被讲的，然后老师就是教你，你就是被教的，哎这就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也就是在这里边哈，我们在应试教育里面强调老师是主体，对吧？老师是主体，你要服从老师的安排，你要服从老师的一个管理，这就是我们的应试教育哈，应试教育。而素质教育呢？那就是学生是主体的，对吧？学生是主体的哈。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就强调哈，尊师爱生哈，哎，尊重老师也要关爱学生，民主平等哈，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地位是平等的，而不是哈，你老师随便去打学生也好，或者学老师怎么样去管理学生也好哈，他是民主平等的，老师可应该听听学生的一个意见和建议的哈，而且呢多交流，哎，这是我们的师生关系上来看的哈，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也是不同的。那还有，比如哈，从教育方法上来看，教育方法来看呢，哈，这个应试教育呢就是被动学习，我就是被动学习的，对吧？你让我学我就学，然后我肯定不会自己发自内心去学习的，而且我死抠书本，对吧？我哈脱离实际，我就为了考试而考试的，哎，这从教育方法上，我应试教育就这个样子，我就哎，你就是被接受就行了，然后我们就死读书，对吧？把书读死，然后呢，我们又不管它有用没有用，我们就是为了考试，对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教育方法哈，而素质教育呢，它就重视双击哈，双击，比如基础知识和技术能力的一个培养，发展智力啊，培养学生的一个能力，能够使他们能够主动的去发展。哎，我们使用这种哈，主动探究啊，自主合作探究这种学习方式，引导学生主动的去发展的。哎，这是我们的素质教育哈。那还有，比如从教学途径上来看，那教学途径上来看呢，应试教育呢就是课堂和书本，对吧？哎，我想学习，其实主要是通过课堂和书本来进行教育的哈。而我们的素质教育呢，哈，构建学校与社会的双向参与机制哈。就有些东西我可以在学校里边去学，有些东西呢，我可以哎给你创造条件，让你在社会实践当中去学习。这就是社会的是学校和社会的双向参与机制。那教学途径呢也是非常多的，那么视野呢也是比较广阔的。哎，这是我们的素质教育。那最后呢，说评价上来又再给大家去讲，评价上来说呢，应试教育呢就是以氛围导向的哈，氛围导向，绿呢是这个标准对吧？考呢是法宝，考老师的法宝对吧？分学生的命根，哎，这里边哈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应试教育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那么它是僵化的、死板的、一刀切的教育，哎，这是应试教育。而下面还有素质教育哈，素质教育这里边呢。他显然不是这样看重的，对不对？他是确立了社会实践的一个评价权威。哎，我不仅就是评价你的分数，我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去评价你这个人。但是呢，同时呢，我有淡化了分数的一个作用，对吧？哎，不能够把分数作为评价你的一个唯一标准。那么还有使学生能够个性健康、完善发展的一个教育，这是我们的素质教育哈。好的，好，那么在这里边在讲这个素质教育的应用时呢，我主要是从这个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一个对比、一个区别来给大家去说了哈。而这个区别呢，是从10个方面给大家去介绍的哈，10个方面给大家去介绍的。那大家你也可以看到哈，看到这张 PPT 里面所展示的，哎，我分别从指导思想、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学内容，还包括课程结构、学生的课业负担上、师生关系上、教学方法上以及教学途径以及评价标准上等等哈，给大家去介绍了。那么在这里边哈，在这里边，如果10点的话，大家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记忆负担哈，所以呢，我就在这里边就把这10点呢哈，给大家总结成7点，这7点呢，就是哈，大家记起来比较容易一些，叫做3教育、2教学、1能力、1评价。哎，三教育哈，三教育，教育对象、教育目的，还有这个教育的着眼点，三教育，2教学哈，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哎，一能力的培养，对吧？一评价，学生的评价。
我就把那十点的哈给你换成了这七点，让你去记忆哈，让你七点去记忆。而且在这里边哈，特别特别爱考的，你他如果出材料分析题的话，特别特别爱考的，比如像这个教育对象哈，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也就是我们这个黄色标注的哈，它是特别特别爱考的，特别特别爱考的哈。那么大家你看的时候也重点看哈，这七项或者这四项哈，这是比较重要去看的。那七项里边不是十项里边是说从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一个对比去说的，对不对？那其实在七项里面也是哈，也是一样的，只是呢表述哈这个字不太一样，但是呢意思还是一致的。那么这里边哈，你让大家去记着七点，对不对？那你去记着七点，那么到时候你就去把这个表去记一记，记一下这个表哈，因为这个表呢它这种概括性更强一些。这十点变成七点，有的是合了，对吧？有的呢是加的，但是不太爱出，所以我都没有往里面去说哈。那么我们大家重点去记这七点，你重点去记这个表哈，重点去看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张 PPT 里边这个表哈。那这里边就是从三教育、两教学、一能力、一评价去说的哈。那还是从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一个对比来说，教育对象哈，三教育教育对象，教育的着眼点，对吧？教育的目的，这是三教育。那么应试教育呢，当然就是面向少数人，对吧？忽视大多数人。而素质教育呢，是面向所有人的。如果大家给大家一个材料，你看看啊，在这里边老师的教育对象是不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如果是，那么你就可以说这一点，对吧？如果不是的话，你也可以说，就说它不是的一个原因。那教育目的哈，因为应试教育呢，就是为了知识传授，对吧？我不会管你其他方面发展，我主要是给你智力的一个发展。而我们素质教育呢，就是各个方面全面发展的。从教育着眼点来说呢，一个就是为了在学校里边，对吧？也就是说从这个教学途径这方面来说呢，其实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注重发展性的哈，还是终身教育、终身学习，这是教育的着眼点。那么三教两教学，对吧？两教学有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哈，这个特别特别爱考。那教学内容来说呢，这个应试教育呢就是死记硬背、机械重复训练为主，学生课业负担比较重，对吧？我爸哈这教学方法和学生课业负担合了。而我们素质教育呢，就是这种自主合作哈、探究的这种学习方式，也就是启发探究式，使他主动活泼的去学习，主动的去学习，减轻他们的一个负担。这是我们的这个教学方法。那么还有这个教学这个学生的评价，这个教学内容哈，教学内容上来看，你可以看到就是内容呢较难，对吧？内容较难，然后这偏重哈这个学科体系，忽视这个综合性及应用性内容，不同程度脱离学生的实践，忽视了实践等问题。这是从教学内容这个教学内容上去说的哈。那么从这个这素质教育这边的教学内容说的是什么呢？就降低了它的难度哈，弱化了学科体系。更关键的是后边，就是说他结合学生的经验和他的一个实际哈，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好，这是两个教学，然后一能力和一评价和一能力，对吧？一能力一评价。那么一能力这边，应试教育就注重的是技能哈，而这个素质教育里面是各种能力的一个培养。然后从评价里边说哈，一个是筛选性的、选拔性的一个评价，对吧？成绩作为学生评价学生唯一标准，而另外一个呢，就是一种发展性评价。而且讲到评价方式多元化，评价主体是多元化的。好，这就是我们这个表格哈，这个表格非常非常关键哈，大家呢一定要把它记下来。你不能给我一次不差记下来，但是每一个哈，每一个的从不同领域的一个区别哈，你应该能够用一些话去表述的。好，这个呢大家需要注意哈。那一会儿怎么用呢？我也会给大家去讲哈。那么这是讲的是第二个部分哈。那第三个呢，要给大家去说一下你们当前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弊端，一个弊端哈。那么也就是说，当前我们存在这个素质，我们实施素质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主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哈。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转变不够。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转变很不够，就是我们虽然一直在说提倡我们要实施素质教育，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个理念呀、思想呢，还是转变的不到位。我们还是比较提倡应试教育，因为呢，大家也知道，你看我们现在比如找工作时呢，哈，我们还是非常看重你学习，你当时上学时的学习成绩，对吧？
哎，你的学历等等这些方面哈，所以呢，我们这个教育观念还转变还是不够的。我们家长们还是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哈，还是希望他通过考试、通过学习，那么有将来呢有所作为的哈。所以呢，这是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转变还不行的。那第二个就是缺乏必要的系统的理论指导，对吧？你一直在说实施素质教育，但整个的素质教育的各个环节哈，它一些思想这方面的一个理论指导呢，还是不够到位的，因为呢，它发展毕竟还是不够成熟的哈。那第三，改革的相关措施不配套哈，比如我实行素质教育，我要给大家去有更广阔的一个学习途径或学习方法哈，或者这个学习的媒介，那么这里边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我怎么去实施呢？对不对？比如我不想让大家去那个，一支粉笔哈，一个黑板去上课，我让大家去上多媒体，但是我没有这些设施还是不行吧，对吧？相关措施还不够配套的哈。然后呢是缺老师，对吧？缺老师这也是个问题。然后经费投入不足，对吧？没有钱怎么去实施呢？第六，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仍然非常落后啊。哎，那我们老师还是比较借助于比如粉笔，对吧？口还有这个黑板去讲课啊，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还是比较落后一些，还是喜欢给大家去满堂灌的。那么第七呢，就是我们应试教育呢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干扰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哎，这个呢确实是，对吧？刚才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说的哈，哎，我们找工作也好，或者我们家长的信，哎，我们找工作好也好，这些比较客观原因呢，它都说明应试教育仍然存在着哈，还是需要的，所以呢它会干扰我们素质教育的一个发展。那第八呢哈，在这里边就会再给大家去讲一讲哈，我们目前我们对这个素质教育所存在一些误区哈。你不要觉得就是说素质教育就是下面这几种情况哈，你可以来看看有哪些错误的观点。比如呢哈，哎，我一认为我一说哈，这个题里面就讲到我们要搞音体美了，那一说音体美就是实施素质教育，这哈就不对的哈，这不是对的哈。这素质教育其实这个概念要比这个音体美要大很多的，对不对？实施素质教育其实是德智体美劳都要去发展的，并不是一旦提说有这音体美哈，你不管其他的，那么它就是实施素质教育了哈。这素质教育的概念比较大，它要大很多的哈。它不仅有这音体美，还有其他的。你不要一说我盲目的去开展这个音体美，它就是实施素质教育，哎，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哈。那第二个就认为素质教育不考试的，素质教育也要去考试的，也要是考试，也是要去考试的哈。那你不是说不需要考试的哈？它也需要对学生一个评价，对不对？所以呢，你因为这个评价这种反馈呢，就是检验，一个是学生学了什么东西，另外一个检验老师的一个教学效果，对吧？所以它还是非常必要的哈，不需要考试肯定不对。然后第三呢，认为改革与素质教育的跨等号，就是一说改革他就认为是素质教育，那改革有改得好有改得不好的，对不对？你不能够这样盲目的去评判哈，所以也不对。第四呢，认为素质教育呢就是否定现今的教育，把素质教育当成灵丹妙药，就说我一说素质教育，那么我们现在就不是素质教育。其实不是的哈，我们目前有些这个形式也好，我们做的一些事情也好，它也是在慢慢的往这个素质教育去走的哈。所以这里边你不要说一说素质教育否定我们现代教育，这是不对的。然后第五呢，就认为素质教育呢就是要学生什么都学，什么都会，哎，什么都学，什么都学好，哎，这也是无法做到，对不对？什么都学，什么都学好，这里边这个也是不对的。素质教育里边也是要让学生东西都学一些，对不对？但是呢，也是要根据他的一个个性发展，然后选择他的一个个性潜能的一个挖掘。所以呢，他这种表述也是不对的。好，这是关于素质教育的几个误解哈，几个误解。